问候，师尊好，师母好，大家好。顶礼坛城做大礼拜，礼拜根本传承上师及坛城三宝嗡阿吽。平等一起手，恭请法王圣尊莲生活佛生法王座。师母请上座，仁波切诸位上师教授师法师请上座，讲师助教贵宾同门善信大德请就座。依照雷藏寺往常的惯例，请第一次来或很久没有来参加同修的同门请站起来自我介绍您的法号和来自的国家及道场。先从龙边开始，请站起来，麦克风传给他们，站起来。师尊好，大家好，我来自中国上海，然后第一次来。哦，欢迎你常来哦！谢谢谢谢。师姐好，来自山噶，唔系兰兰桂，唔记得啦。来自山雅后，师尊好。你好啊。啊，要找回啊，要找回啊。还有谁要自我介绍的吗？站起来哦。龙边没有吗？如果龙边没有的话，就把麦克风传到虎边，虎边这一边呢，是很难得的哦。啊，难得一次来跟师尊问好。好，传到后面那一位师兄。师尊好，是师母好，大家好，我叫做 Hendra， 莲花智成，是从棉兰印度尼西亚的，谢谢。哦，欢迎您。嗯，师尊好，师母好，我来自香港，莲花为凭，莲花之罗，莲花红梅，第一次过来，第一次过来，欢迎你们哦。欢迎你们常来，好，请坐。啊，师尊好，师母好，大家好啊，我是莲花云州，来自墨尔本啊，这一次是第一次来到西雅图，然后谢谢师尊加持、哦，欢迎您，欢迎你们常来。好，还有谁要自我介绍的吗？请站起来。师尊好，师母好，大家好。莲花净房来自香港。啊，香港的，欢迎您。师尊好，师母好，大家好，我是莲花月圆，来自 Edmonton， 我的儿子。啊，欢迎你们哦。还有要站起来的吗？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世界各地的众上师、教授师、法师、讲师、助教、贵宾、同门善信大德来参加同修。